Hello 大學生，咁今日咧就同大家嚟到高士德呢一邊嘅，我哋會睇一個名校區嘅樓盤，會睇一個世紀豪庭一個複式單位嘅五加一房，全屋有裝修，總價咧大家估下幾多？喺一個名校區買一個複式單位，老師唔同大家講住，依家同大家上去睇一睇個示範單位先。我哋睇一個複式單位，超高層 H 單位。大家入到嚟咧，大家睇到嘅整咗好多嘅一啲嘅鞋櫃啦，一啲嘅儲物嘅一個空間啦。呢邊有一個超大嘅玄關櫃，咁呢一邊咧可以擺個凳喺度都得嘅，可以坐喺度換鞋啦。入到嚟前面呢一間一個工人房嚟嘅，入邊所有嘢應有盡有噶啦。只要你個工人唔係啲米狗嘅，應該都住到啦。過嚟少少就到個廳啦。个厅嘅开间非常之舒服啊，坐一坐，俾大家睇一睇个距离感。然之后再望住个景，咁个景观咧可以望到个马场景啦，前面嗰度就彭穗啦，前山嗰边都望到嘅，隔篱海晴天，出去俾大家感受一下，一览无遗，非常之舒服。跟住呢一边整咗个洗衣机喺度嘅，咁啊可以喺呢度进行一个晒浪啦。往前行。到我哋嘅一个饭厅嘅位置啊，整咗个六人嘅饭厅嘅，后面呢度就有一啲嘅红酒柜啦。咁大家注意，我哋呢个单位见到嘅都包埋俾你，有晒装修。呢度有一个吧台嘅，咁我觉得呢个吧台可能延伸到一度可能会好少少。跟住雪柜啦，一个双扇门嘅一个雪柜嘅，双星盘啦，跟住双炉头嘅，景观都系非常之开扬。一个客厕啊，非常之企理靓仔。跟住咧就到個主人房嘅，主人房三邊落床啊，勁闊落，入面一個超大嘅入場櫃，化妝台啦、電視啦，景觀咧都係望出去非常之開揚嘅。咁我哋就上樓上睇下啦。我哋呢個係一個五加一房嘅單位啦，左手面一個小朋友房嘅，然之後往前咧呢度樓下咧就一個露台位，咁佢就。用嚟做咗一個私人嘅一個休息空間啦，咁就你可以坐喺度啊，飲翻杯嘢，跟住望住個景，夜晚黑應該非常之靚。澳門、珠海都望曬，客廁啦，另外一間房嘅都非常之開揚，一個可以作為一個小朋友房。第四間房粉紅色啊，呢個一定係個女仔房。再往前啦，另外一個主人房嘅都係有一個套廁啦，一個米八嘅大床啦，跟住個景觀咧都非常之開揚嘅。一個梳妝台，咁呢個單位咧就大致上係咁樣。OK 啦，咁我哋就睇完啦。咁如果大家想了解啲乜嘢最新嘅資訊嘅話，就可以隨時聯絡我啦。咁今個視頻咧就到呢度啦，各位，我係 Sam， 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